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朱曼舒，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现在其实网络和科技是越来越发展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服务都会在网上自己可以找到的。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了一个平台，叫做蚂蚁见暖的平台，它的创办人 Raymond，你好，同埋佢哋嘅工程部嘅負責人咧就係阿 Randy 嚇，咁啊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嘅，係啊，阿 Raymond 啊，咁啊首先咧就我知道你自己咧就係身兼好多職務嘅喎，係咪？亦都係呢個華人裝修協會嘅會長啦，咁亦都係呢個螞蟻建聯嘅創辦人，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咩叫做螞蟻建聯咧？呢個平台點解個名咁得意嘅咧？係，咁就係啊，好多謝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先啦。咁首先螞蟻建聯呢個名咧，就係一個比較好記嘅名啦。螞蟻咧就係一個最有智慧嘅建築師，所以我哋就採用咗螞蟻呢個建聯。咁即係唔係話個螞蟻可以整個竇啊咁啊？好似建築師咁啊？係啦，好得意。咁就比較新潮嘅名字，就亦都比較容易記，咁就。亦都係一個集中集體智慧嘅一個咁嘅平台。咁呢個平台咧就係希望就係可以為大家即係提供到一個社區嘅對接，將客户同埋啲商家對接嘅一個咁樣嘅平台。咁其實係咪一個網站嚟嘅咧？同埋係入邊會唔會係即係呢個螞蟻建聯其實係一個網站？咁其實為邊啲人士去服務嘅咧？係螞蟻建聯係一個網站同埋一個 app。就兩樣都有嘅，咁就大家都好熟悉㗎啦。而家就好似淘寶啊咁樣，咁我哋螞蟻建聯嘅網站上邊咧，亦都係有首先係有好多嘅黃頁啦。咁我哋一個比較集中嘅黃頁啦，有好多專業人士喺入邊啦。咁就另外亦都有好多係其他嘅服務嘅商家、供應商啊、材料啊，咁就係供大家去選擇嘅。咁亦都係呢個平台咧，亦都係可以喺手機就隨時登錄嘅。咁樣呢個係好方便一個 app， 咁就令到大家可以喺任何時間。甚至係有問題啊，要溝通啊，咁大家都係好似一個微信台咁樣，就大家可以喺嗰度入邊溝通嘅。嚇，咁其實係咪頭先你講呢個螞蟻建聯咧？其實最主要係指呢個裝修啊，同埋係建築呢方面嘅行業，即係所需要嘅服務啊，就要喺呢個網絡呢度揾。最主要係針對呢個裝修方面嘅行業，係咪咁啊？係啦，冇錯。咁因為針對而家我哋。好多，因為我本身喺加拿大就從事呢個建築裝修行業30年啦，咁我亦都知道而家大部分啲行家咧係冇乜地方係俾佢哋去做推廣嘅，因為傳統嘅報紙啊或者係啲電視台啊嗰啲就比較昂貴，亦都係少咗人睇啦，咁就大家都係通過網上去推廣咧係一個比較有效嘅方法。咁如果朋友之間話去做 referral 嗰啲咧，有時好多時候因為喺生活上識嘅朋友，唔一定話知道嗰個人所做嘅嘢係係咪真係佢個手工好唔好啊，或者係佢真係係咪譬如話佢做淨係做住家嘅，但係佢做商業嘅都唔係太熟悉咧咁，所以有好多嘢係唔係好清楚咁，但係通過呢個平台咧，佢哋會了解得比較詳細，咁就 exactly 知道佢應唔應該選用呢個服務。係啦，咁啊講到呢一個螞蟻建聯咧，其實你覺得呢個平台啊，即係為頭先你講嘅裝修嘅行業同埋社區，最主要係帶嚟咗啲咩咧？對裝修行業咧，就係我哋係何志正話咁講咧，就係有令到佢哋有一個有一個平台可以將自己最好嘅同埋最實際嘅嘢顯示出嚟，咁令到大家可以認識佢哋。咁對社區咧，就係話。他哋可以知道他哋有一個透明度，可以去選擇到他哋合適的施工隊，因為很多時候咧係大家都不知道呢個施工隊係究竟係點樣咧？佢係憑乜嘢我要選佢咧？或者係人哋介紹嘅嚟，佢唔可能話去真正去睇佢做過嘅嘢，或者係佢嘅手工係點樣好多時候佢哋係冇咁嘅時間，亦都冇咁嘅機會去做到。咁但係我哋嘅平台咧會有提供到呢方面嘅服務，令到大家係更加清晰咁知道佢哋嘅能夠見到嘅嘢嘅。係啦，咁啊講到呢一個平台啦，咁而家真係哇一提上網咧，真係好多唔同嘅平台啊！咁你覺得你呢個平台同其他嘅網絡平台有啲咩最大嘅唔同啊，同埋優勢咧？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的專業性，我們的專業性就是體現在
譬如你去其他比較出名的中國人嘅或者係西人嘅平台咧，佢哋都係綜合性嘅，佢哋會包羅萬有，可能有好多房地產啊，好多其他嘅資訊。但係你話想揾個專業啲嘅工程師啊、設計師啊、咁測師啊，或者大啲嘅建築施工隊咧，或者係嗰啲做 frame 啊、做 foundation 啊，或者做嗰啲比較專業嘅人咧，係基本上係冇嘅。咁當然都可能有好多小嘅服務商喺入邊啦。咁我哋呢個平台咧，就佢嘅專業性咧，就會包括曬呢啲所有嘅人。咁就變咗係一個比較專業嘅、比較垂直嘅平台啦。咁你要揾產品啊，咁亦都可以揾到就有好多中國人同英文之間可能有少少溝通唔係好熟悉嘅。咁我哋都有人可以話我知道呢個中文名，但我唔知呢個英文名係點樣嘅喎。咁我哋亦都有人會解答到呢啲咁所以我哋呢個最緊要我哋嘅唔同咧，就係話一個專業性同埋一個垂直性，咁就係喺深向深度去發展嘅。咁就變咗好大嘅項目，咁你都會見到係你會發現就係呢個譬如話你見到好熟悉嘅呢間餐館啦，我喺呢度一炒我就會揾到原來係呢間公司做嘅，咁你就會好容易覺得既然有咁嘅 reference， 我可能會繼續去揾呢間去同佢去接觸，去同佢傾談。咁呢個係就係我哋嘅優勢。我明白啦，即係如果我譬如屋企想揾人裝修，又或者有間鋪頭想揾人裝修，咁我上你呢個平台，咁我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亦都可以咧係睇到佢之前做過啲咩工作啊，咁啊可以有好多嘅對比啊，咁嚟到俾我哋去選擇。咁如果譬如我要買一啲唔同嘅裝修材料啊，喺方面亦都可以揾到所有關於裝修啊、建築方面嘅嘢都可以喺呢個平台上面可以揾到，係咪咁嘅意思啊？係，基本上大部分喺多倫多嘅華人嘅供應商啊，同埋施工隊啦，都會喺我哋個平台嘅網頁啊，同埋我哋啲推廣度出現嘅。係啦，咁其實你作為呢一個螞蟻建聯嘅創辦人啦，咁你係點樣去即係通過你嘅努力啊，去為呢個平台去增加佢嘅價值啊，同埋咧係點樣可以為佢帶嚟一啲嘅效益咧？咁首先就係話我哋呢個平台咧，就我哋揾咗係比較出色嘅 IT 團隊啦，我哋係有好多功能係可以推廣我哋嘅客户嘅產品啦，咁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呢、這個提高佢哋嘅知名度咧？譬如話我哋有啲係譬如大家投票嘅 campaign， 譬如話大家攞啲product 上嚟比較，譬如話我哋有做 landscaping 嘅一十個施工隊，咁我哋可以將佢哋嘅圖片，佢哋施工圖片，大家去投票啊，咁同時咧就係話佢哋可以展示佢哋嘅產品，亦都可以有好多客户可以喺呢個同時向佢投票，佢認為邊樣好嘅，咁所以大家會個認識同埋嗰個點擊率咧，我哋個平台咧會係比較多嘅，咁同埋我哋會有主播訪談啦，譬如話我哋好似而家咁樣，我哋會亦都會有邀請啲嘉賓就上嚟話介紹佢嘅產品啊，介紹佢個服務啊，咁令到大家會對好多唔係好認識嘅，或者佢平時即係喺英語媒體度先知道嘅嘢咧，喺我哋中國人嘅媒體亦都會直接係認識到嘅。咁仲有就係我哋呢個平台咧，就亦都有提供網上商城啊咁樣，咁變咗有好多新嚟嘅佢唔一定話即刻可以去開一個好大嘅商店嘅人，佢可以譬如話我做啲賣牆紙啊，或者我做一個單一產品嘅，佢亦都喺我哋呢度可以開一個商城咧，就慢慢咁樣向呢個市面上滲透，或者係珠三角啊，或者其他地方嘅工廠咧，佢唔一定有一個好大嘅成本，佢亦都可以喺度做一個商城，同呢度本身嘅譬如一個建材企業，佢去對接咁到時我個商城度有啲乜嘢貨，你可以去到呢個建材店喺嗰度 pick up， 咁亦都係可以做到嘅，非常之方便啊！咁另外我哋有兩個服務咧，就係可以我哋阿 Wendy 我哋嘅工程部經理咧會可以介紹一下嘅，就係我哋嘅一個螞蟻管家同埋螞蟻嘅一個認證服務。那麼 Wendy 跟我們介紹一下。我们会帮助客人去认证装修师傅的资质，我们会去调查装修师傅的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保险的 WSIB 啊，跟他所做过的一些工程，我们会调查他之前所做过的两个、三个、四个的工程，去拍照去看他的手工，
和过了半年或一年以后工程所变化的样子。嗯，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确定装修师傅的资质，这样式的话会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嗯，我们同样呢还提供蚂蚁管家的服务。蚂蚁管家呢就包括了铲雪了、除草了，嗯，打扫卫生了，嗯，所有这些，比如冬天到来了，水管我们需要放水，我们同样提供类似这样的服务。哦，我们会帮助客人提供所有房间里面的服务，去解决客人的后顾之忧。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啊，咁原来咧，除咗建筑装修，仲有好多家庭嘅服务都可以提供啊，咁啊清洁啊、放水啊嗰啲都可以帮到。系啦，咁啊 Raymond， 我知道你自己本身亦都系呢个建筑装修协会嘅会长啦。咁其实呢一个会同呢一个平台有啲咩关系咧？就其实系两个唔同嘅。公司啦，咁協會咧就顧名思義就係一個比較制定啲條例嘅嘢，或者係一個聯誼性嘅嘢。咁我哋係會有一班專業人士或者係一班咁嘅服務性嘅商家一齊咁就交流啊、交換資源啊咁樣。咁而呢個建聯咧就係一個比較商業性嘅對外嘅一個窗口啦。咁就係主要就係將我哋呢啲協會嘅所有資源咧就向外邊啲顧客去對接。明白，係啦。咁今日咧就係非常之多謝咧，係Raymond 啦，同埋 Randy 咧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介紹咗咧呢個非常之對我哋有幫助嘅呢個螞蟻建聯。咁大家喺熒光幕咧都見到佢哋嘅電話啦，同埋佢哋嘅 website。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咧，亦都可以直接同佢哋聯絡，或者入佢哋嘅 website 咧係尋找一啲自己需要嘅服務啦。咁再次咧多謝Raymond。Take care, Michelle。係，謝謝 Randy。希望你哋嘅螞蟻建聯咧係越做越成功嚇，幫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唔該曬。